所有的这些个骨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骨关节之间的疼，其实就一个东西，就是骨头磨骨头了啊。然后呢，手速快的老师可以稍微帮我打出来啊，这就是骨头磨骨头了。帮我贴一下，贴在那手机上。为什么说这种骨头磨这种骨头磨骨头？我给大家随便啊，随便放开了一个地方吧。咱们就拿手肘为例啊，待会儿咱们就把这块都给大家去讲的那什么啊，对，骨头磨骨头啊。然后呢，你仔细去想一个问题，我把这些个筋膜给大家给它去掉。其实，在咱们的所有的这个骨头的上边，就是大家去吃过那个骨头啊，就是你都会知道，它骨头上边它会有一层，就是咱们说的那种骨胶质膜，它上边是一层软骨的，就是骨头的头上都会有一层软骨，就是咱们在吃那个棒骨的时候可以去咬着那个嘎吱吱吱嘎吱嘎吱响的那个玩意儿啊，是有一层那个玩意儿的，是那个上边是没有神经的。所以说这个地方是，就是骨头本身它之所以去磨啊，之所以去磨，然后呢就会，它就是说白了呢，它就是因为那层膜磨没了，它只有里头漏到了真骨啊，对，你说脆骨也可以啊，上边那层脆骨它磨掉了，然后它里头漏出了真骨，真骨上边才有神经，所以才疼。我们正经的去做，你不管是正骨头啊，你不光是正骨头还是针灸，其实作用就是一个作用，就是什么呀，就是找到它背后疼的那个原因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是因为缝隙小了，然后骨头磨骨头了，这个时候我们能解决的疼其实就是干了一什么活，把骨头缝给打大了。这些个疼痛啊，你只要是把骨头中间这个缝隙一拉大了，骨头一不磨，瞬间就不疼啊，就针对于这种骨关节的这种疼痛啊，就做到这个就 OK 了啊。我能给大家能讲明白了吗？讲明白了老师你就受累，就去帮我，就去受累帮，就你就受累帮我打波一啊。然后呢，你比如说啊，现在咱们说最常见的腿疼啊，咱们说这个腿疼也是一样的，我们只要是一只脚踹住了这个正骨啊，我这只手拉住了脚踝啊，你别拽脚啊，那拽脱臼了。我这个时候我只要怎么着，让这患者躺在床上，就跟咱们这三个九的课程里也有，对吧？你只要躺在床上，一只脚去踹大腿的后侧，然后一只手一拉这个腿，中间这个两个骨头的缝儿，只要一打大了，瞬间下地就不疼。就是你要是通过正骨头想让它做到不疼，很简单。昨天晚上咱们也去讲了，说我们真正的说想去用针灸去解决的时候，我们只要是扎在了这些个疼痛的点，只要扎在了这个骨缝上边那几个韧带的正中间。所以说我第一天的时候我跟大家去讲啊，大家可以看我这个手啊，我看这个位置清楚啊，你看我这个手，我所有的这个手啊，就是你看这四个手指头指甲是脚秃了的，因为咱做手法的人不留指甲，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呀，我这个右手的拇指我会给它留一个小指甲的，留一点点小指甲的啊，这个指甲是干什么使的？比如说啊，现在有一个人骨头关节腔这个缝里头疼，他现在跟你说啊，老师我现在膝盖的外侧疼，就是这个区域疼啊，靠外侧这个区域疼。我现在这个区域疼的时候，我用这个指甲去干什么？拿手去摸到了这个骨头关节，这个骨头中间这个缝，我要用指甲在这儿掐出一个印儿来。各位老师懂了吗 ？OK 了吗？能把这个事儿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你就受累帮我打个二，就是在这个位置去给它掐一个印儿，在两个指甲在皮肤上边掐这两个印儿的正中间那个位置，然后朝着摸出来的脑子感知到的那个摸出来的骨头的正中间那个位置，你用韧针也好，你用毫针也好，然后一点点抖着进啊，抖着进针，
然后就能把这筋膜然后给它松开了。具体是背后啥道理呢？昨天和大家也去讲了，我看看啊，这怎么，这怎么回事啊？这儿，我们身体上边不管是哪条肌肉啊，你比如说我们的股前肌，股骨的这个股前肌，四十五项有什么都有什么内容，你给里头发个目录。其实真的是你纠结有啥内容，199穷不了你，富不了我的，你就看看这个吧，给你发出来啊。你其实这个时候应该做的是什么？认真听着我的思路走，而不是纠结于四十五里头有啥。明白我说意思？那会听课的啊。OK， 再来。就没说嘛，就好多的时候我好多东西我是不理解的。你换句话说，你就听了我一堂公益课，你就自当给我发了个红包，别说还给你45项技术，对不对？那不应该吗？哎，然后呢，任何的你比如说股前肌也好，咱们所有的这种肌肉的这种疼痛啊，所有的肌肉的这种疼痛你都记住了，都是一条，它现在是紧张还是无力，你去扎它两头就 OK 了。就是紧张的时候它疼，你就扎这条肌肉的正中间，韧带的正中间，它就啪就松了。它现在如果要是没力气，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怎么着，你就应该去扎它两头啊。那个谁，贺强家军，你把谁过来来看着啊，我给大伙演示一下啊。今天啊有个老师，然后呢在群里问我一问题，说我这儿啊有一患者，说这个人啊手怎么着，上举不抖，这样举也不抖，就是不能这个角度，就是不能这样待着啊，就是我这手就不能这样待着，就是往高抬也不抖，往耷拉着也不抖，然后不能这样待着，就是这样一待着这手哒哒就抖。来，各位老师，你想一个问题，你说他这个手抖是神经的事儿吗？各位老师说说，是神经的事儿吗？各位老师，是神经的事儿吗？就这种抖是神经的事儿吗？来，各位老师给打出来，你觉得